敢爱就能创造未来，爱过才不会空白。你敢爱吗？每一句啊，其实如果刚刚讲说是慈善的话，会真的走到这些受助者的心，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千疮百孔，千疮百孔。真的，你知道你来对我。真的心意义多大吗？是，那谢谢你。因为那时候其实啊，在鸟巢那个年代，就是患难见真情，就是说，因为我办一个这么疯狂的事情，很多人都觉得说，怎么可能？你把志玲唱哭了，面值，我去上面试，可能是不会有人来，大家准备看笑话。可是志玲你来了，然后你还从欧洲来，对，我就觉得说。是我的真敢爱把他唱哭了的、我的鸟巢的 OS 就是你敢吗？我敢，你敢吗？然后我那时候就打出一个 slogan， 就是追梦不是我行，只是我敢。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行不行啊，我还没有准备好，我没有办法做这些，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要敢去做，敢爱就不怕困难，敢爱就用力去爱，敢爱就能越过高山，爱过就不会遗憾，敢爱就能创造未来，爱过才不会空白。你敢爱吗？你敢爱吗？我点志玲帮我说最后一句好不好？你敢爱吗？其实我觉得写到很多，写好美了，真的吗？你喜欢哪一段？就是你知道这每一句啊，其实如果刚刚讲说是慈善的话，会真的走到这些受助者的心，因为他们真的是千疮百孔，千疮百孔。然后他们真的是，就是很多时候他们生命不能再继续走下去，不能承受，可是他们有爱，对，很多家庭那种爱的凝聚力很强。